这座不起眼的边塞小城里有着不为人知的重要秘密。陛下给这次行动的命令是找到龙兰，夺取龙魂。冰魔神一旦落入秦国手中，整个天下将遭受灭顶之灾。这位大叔的武功太帅了。你们想要破坏帝国的计划，除非长江黄河水倒流。天明，小心火焰！深藏着无可匹敌的力量，沉睡了千年，等待被唤醒。